Liang Bureau 妹妹这么狠吗？全部别人，你好坏，我好喜欢。可是我全部捡了，我们走吧，这边很危险的感觉。开轿子。 谁过去？哎，又来个蹦蹦，他队友应该扫他。打！把我的DS干了。把轮胎爆了。牛大！他把我头给爆了，下面有人。人机还是人？走吧，我给你个大包。哇，我不想在这个野外了，我感觉好多。大包捡了没有？和那个边上。不想在野外了，没有安全感是吧？走。走。走吧，对。 我打个幺，走，我只拿我的 VSS 干他。先绕一下，我先绕一圈。突然感觉特斯拉挺好的，特别安静。 你喜欢安静的吗？有人，我兄弟。三段也有。对，有点尴尬。三段有人。先把经典防区抓了。他躲着不动了。老六是吧？当老六了，还不是一队的。 他躲哪里去了？刚刚很近啊，不知道他躲哪里去了。刚刚就是这个房子，跳了一下。我感觉应该躲在那种好躲的二三楼这种地方，就往脸上这种。 会跑了，应该跑了。我这里有物资，四倍镜就是 AK， 怎么说现在？先修防区吧。